你现在看到的这间叫做台南恩明百货大楼，在古早时代它叫做公古座。公古座不是亲像咱现在在看电影里面有沙发躺坐，而是要对着日本人这样跪在榻榻米顶上，但是台湾人这样跪没关系，所以公古座呢还有一个名叫做港口座啦。这间公古座其实跟你现在如果去东京看到的歌舞伎座真像，这是台南人说的大菜市啊，对面我们叫做延平大楼，现在叫做正大都城。以前是国民党刚接收来，也是军人接收，变成伊家己的东山。啊，国民党从着这间盖做大楼，慢慢没落去，啊，从阿邦的家，阿邦的家呢，就游民一堆，所以呢，就常常咧会烧。以前啊，啊，即马好个在有正大都城。自从因为国民党改革做商业大楼了后，陆续改卖出去，啊，其他就甲放在遮。后来在呢，地下一楼，甲着地上一楼已经整理好起来，再没有正大书城。那没有正大书城，是伫柯良宅做主任任内来整理出来。啊，当然我一定啊，回倒转来，倒下收看。